5月19日晚，被誉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的捷克爱乐乐团在保利剧院上演一场音乐会。在指挥家彼得·阿尔特里克特的执棒下，他们集中上演了近十段经典名曲，把捷克音乐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捷克爱乐乐团的风格十分突出，等到乐队全奏时，他们的处理速度更加缓慢，稍缓的演奏使弦乐部的细节得以凸显。捷克爱乐乐团此轮访华演出为期3周，北京站演出后，他们还将在郑州、珠海登台。非凡娱乐实时报道。